在深山野林最好跟在牛后面走，它可以看到我们看不到的东西。牛停下来了，下面肯定有东西。原来是一头地主公牛，它的两个脚非常强大。和它打个招呼，能否在它的领地吃草？地主公牛下了逐客令，大战即将一触即发。这一片草地是它的领地，土地肥沃，水草鲜嫩，水牛都有很强的领地意识，一山不容二牛。这头地主公牛还是很客气的，没有撕破脸皮冲过来，给大家留一点面子，毕竟以后抬头不见低头见。这两头牛是有点交情的，以前拉杆者经常碰面，江湖不是打打杀杀，是牛情世故。